顶一个世纪伫台湾尾乡村，有一个人手抱月琴，四界走唱，听人讲故事，就会当变作一条歌。伊的歌声，互人听甲耳啊啪啪。啊，特别较早嘛，拢去阮遐，嘿，啊，伊就坐甘湖边仔遐遐唱。啊，阮囡仔有当时啊，有诶拢会坐喺边仔遐，啊，听伊唱，啊，唱唱诶吼，有诶就甲迄一箍五角安尼。即个阿桑讲的阿达伯就是丹达，因为有伊，台湾人开始认识这款为土地写出来音乐乡村民谣。我以前对乡村民谣的印象，就是我以前研究所的时阵，啊，迄阵我嘛为迄个一寡册顶面去。就讲许长慧老师因足早的来乡村做这个民谣采集啊，然后嘛有陈达，迄阵有小可听过一寡陈达的歌，毋过毋是足了解安尼啦。陈达离开教大已经四十多年，乡村民谣敢要有人继续来传唱？陈英今年90岁，两年前文化部甲认定做人间国宝。乡村民谣是伊自细汉听阿母唱的歌。我迄阵会唱这民谣吼，就是细汉吼，迄阵阮老母哪去远呢，就拢教啊，拢唱互我听吼，啊拢教啊，吼啊，就干阿母阿囝出门都，就干阿我含阮老母在做工课呀。吼，啊，就唱惯去，吼，啊，过来佫为着饲这囝，啊，佫歹命，吼，啊，佫嫁翁，互咱袂可哩，吼，安尼怨叹，啊，安尼，逐工都唱，啊，出门就唱啊，拢唱苦调，吼，安那唱着那好，会唱这個，就是经过这艰苦过，啊，煞唱惯去，吼。啊，过来咯！咱在背在囝讲起来吼，即有哪运命？较早唱民谣就爱好，即摆唱唔免好，即摆是唱讲啊，咱较早经过的故事。祖啊，乡啊！陈英阿嬷唱的曲调是乡村民谣古调里面的思乡歌，歌词是唱歌者自由创作，自然发挥。体会过人生各种滋味的陈英阿嬷，知影要用什么曲调来表达满腹的感情。较老吼，钓了较袂水。哦，我迄阵咧比赛吼，我钓伊蛮。树啊，香啊鸡。今年86岁，高丽正基十外当前开始推广民谣。伊认为乡村民谣都是这块土地的文化和历史，未当失传去。编波调，你听这个名就知影，咱有编波族嘛。啊，这编波族就牵连甲这原住民因的这个搬山有关系。较早为台南直直落来，西拉雅族，
滴滴落来，啊，即马来到啊，这个啊，大武山下，为着过大武山为台东过，为着为恒春来，啊，从为台东过，甚至因着搁上北去到花莲，所以因在唱讲这个平埔调，讲这阮的调，伊讲唔是迄因的，其实这是工作分开，久无联络，吼，所以就唔知影讲是同一个系统。啊，慢慢大家有交往，有了解，讲好，啊，无咱公家，卖讲是你，也是我，我的中间有你，你的中间有我，吼，所以这就叫平埔调。顶贵。操心劳苦啊喂！哎，没有，你拉拉空弦，瑞拉瑞。这天下晡，甲平常时同款，这阵阿妈来到民谣馆，因知影现此时上重要的，就是甲民谣传落去，教好少年一代，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咱为着要让囡仔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因为阿公阿妈其实因细汉像陈英老师，伊毋是自细汉就学唱数双击，是伊细汉的时阵，因阿爸会甲陈家阿老师去因家在泡茶啉烧酒，会唱歌给伊听。啊，伊细汉嘛有听到因阿母啊心情咧无爽快，啊是心情无。一个心情要讲出来话，嘛会用民谣，嘻嘻哈哈在唱，所以自细汉就有这种环境，让伊的生命内底有这种声。所以有一天伊六十岁啊，要开始唱的时阵，伊就自然会当唱出这有滋有味的物件。但是咱即卖的囡仔是无这个环境，啊，所以要叫囡仔唱歌。对因来讲简单，学民谣、学月琴简单，但是要唱有滋有味的古调，迄爱有一个时间，啊，甲伊爱有时尚去听到阿嬷因的声，让因有心去调整因家己的学习。阮看阿嬷咧唱迄个民谣，啊啊，迄个调足好听的。阿哥，伊落个词嘛，足好唱个。学甲会当弹四季春、蜀香鸡、红岗调、白波调、四季红、五康小调。词啊，香啊，鸡。讲到咱个乡村民谣，着爱甲传落去啊喂。那是在地囡仔来甲阿妈学民谣，即阵毛在地团体甲民谣促进会合作，邀请艺术家驻村甲阿妈交流。做甲遮物件保存起来啊，咱来思考，即、這个物件袂使秘咧难道，咱家己讲好，咱来想办法，甲即个物件。啊！撒出去，让别人看到伊的好。譬如我就知影有一条歌，或者白波调，就是咱恒春民谣的白波调，让人改做迄个青色。啊，因为迄阵我十八岁的时阵，我阿妈过世，我就用青色做一条歌来纪念我阿妈。基本来恒春民谣，我才知影青色加一段音乐是迄个白波调无的物件，所以我就感觉真趣味安尼。其实恒春民谣含咱的后来迄只流行歌，也阁是有足侪无同款的所在，对啊。啊，今日应该大家拢有熟悉吼，咱的日本的沃美先生，为日本来的音乐艺术家，尤其希罗阿祖米。在2019年头一届听到恒春民谣，今年伊搁再来拜访遮的阿公阿妈，对伊来讲，上迷人的是民谣的生命力，迄是唱歌的人本身传达出来的。
most important part is so how to catch the breath. When was the first time I listened Henshaw Mio in 2019, I got a feeling that the melody of Henshaw folk song and so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Some song is so bright, yeah, so make me happy. And some song, for example, Hong Kong Shodia, I got the feeling so beautiful. When I see Chenyama is crying, yeah, so I also was so touched. So I got the feeling the same. So when we playing together.恆春民謠是在地時代用生活提煉的真情實感，一代傳一代，在一片土地經過無共族群的交流，無需要翻譯，就安尼豆豆啊牽，行入每一個人的心內。